能颠逼你，让我在星星的王城里。这以前应该也是个大地主家，是一个大富豪家的这个东西，是可以答应你，是可以答应你买走的啊。这个啊，看那个父亲应该存在，你看看有没有什么宝贵啊，我们去找一找啊。说啥啊？干嘛呢？你说说，这骨子上有没有骨子？你说嘛？啊，没有。我屌！哎呀，我骨子了，我呀。卫生巾给。哎，老板好，大哥好。你怎么干？这骨子嘞，有什么劳力的是吗？我等有这些有功夫是不是了？找我们去的某个市，某个人，你那个。那天是老子正巧那个一个秀才，看有没有钢琴啊？可以去找到，可以找人吗？找人看吗？应该就行了。你给我找一下，等一下，好不好？那找点钱，找点钱，找点钱去啊，家里。嗯，一把钱。那可以啊，还帮我花点钱啊，大家花点钱。找一下，找一下，我等你了，大哥啊。哦。等你啊，我在外面等你啊。啊，好好。会过吗？你今天会过啊？我看一下。哦，我在外面看啊。你没提包了啊？啊，这个你好像不会提包的，不会提包的。这个你看的这个布是搞什么前面搞前面的，那是以前片子是有人坏包。我们有些现在片子把切了。现在片子很多，对对对，是这个多少也可以坏包，我也包不下来，是不是？提包的这个包不下来。这条多少钱啊？我先给你看一下了啊。你看一下，你不现在不急吧？急着，你得跟啊，我去做事啊。等一下呢，我先记得拿出来的不讲。这个是一个，应该是一个鼻息啊，这个是一个鼻息，这个冷却油的，冷却油的一个，一些网或者胶花呀什么，一个鼻息，冷却油的一个打湿油的一个鼻息啊，鼻息呢，它说也是一个文墨四宝里面的一个器物啊。行不？你去行啊，看他。好了，都拿来看啊！我先，你给我先的，我先我看一下啊，仔细看一下，好吧？啊，好，你找来啊，找来，找来，拿来啊！东西也是可以的，东西也可以闻的啊。清代时期的，跟冷却药的那个六禽药啊，六禽药的，是一些胶花什么，全指花纹。你就把那个老人这个老人，我把大虎哥哥虎他，虎他啊！我给你看一下，那这个你先拿一下啊。拉好一点啊，这个拉好一点。哦，也这个跟这个小四啊，跟这个，是能耐的，能耐化的东西。这个是一个，这个是一个鼻疼鼻海，那个以前也是装鼻的啊。这个是一个鼻息，这个是一样的呀。以前是什么？你们家里，你们老家老祖宗是搞什么的？个继续个秀才嘞，个秀才哦，对对对，这是时候那个文墨四宝里面的，这是装鼻的一个鼻疼，这是一个横膜鼻疼啊，但其实你也可以闻得老的，或者清代时期左右，民国是一个表现好的器物啊，其他那些还有。有个老人搞要工程，对对对，你看以后一看出的好多钱，我就买的呢，如果多钱就我们买的呢。出的好多钱呀、啊！你你多少钱了？胡了噶？你多少钱？你自个吃着那个鱼啊，你喜欢我弄弄试试噶？啊，弄试试这种。看了好多呀。不是讲啊，多少交五千块钱，我认为还是高了点。我认为你要东西给你五千块钱，看你认为，因为呢是这种，我跟你这种讲啊，我是也是搞博物馆的，我也是博物馆的一个馆长，所以呢，假如我跟你讲，我给你出个价了，你要东西五千块钱。如果假如你以后中间卖亏了，你也可以到我博物馆来，也还可以。到时候中间亏的话，你也可以拿回来。但是你中间不亏，你就可以卖给我，我也跟你讲句实在话啊，东西是抠门老的。
很好的东西。你要你这活动了没等那个走远呢。嗯，哎呀，我这边就是可以啊，好，感谢啊。这个到时候你昨天要假如要可以来的话，你就可以来了。你没欺负人，搞了。不，你我先。不骗你了啊！不骗你了啊！不骗来，多谢。我是叫门呐，反正你要些东西五千块钱。六点等平地上啊，可以啊。到时候你来了，你可以来到我那边来喝酒了啊！我请你，请你喝酒，请你吃饭了。那现金给你是手机转给你，微信给你。嗯，就是给微信了。好了好了。在了吗？在了，在了。好，感谢。是这个喽，你有机会去我博物馆了啊！反正反正昨天就是亏了，你也亏得拿的。我们都放在博物馆是这样的，给大家看的啊。我们昨天，你昨天可以，我们反正有人喜欢的话，我们该有钱了我们也卖，有点实在话啊，我们有钱了，昨天这个你绝对不会亏了，好吧？啊，好，感谢啊！以后有什么东西都我们那有经由来的啊，有什么东西好了啊。谢谢你的发财啊，发财发财，有机会来啊，来我们啊，大家好啊，今天呢我过在啊一个大哥家里呢，那个就收到了两些好的器物啊，因为这个呢是恢复的书东西啊，是恢复品相好啊，这个这确实是一眼可闻的啊，到了明代啊清早期的东西啊，是一个两些文墨器啊，所以呢那个大哥呢也必须吃素怎么呢？都是这个买了，这个价格买了是相当，合理的啊。这个是升值空间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呢，如果到时候他真心要去我们大学的，我是热心接待他啊。所以呢，是让他也开心啊。我也真正能赚钱的话，我也不让他吃亏。所以呢，今天就这就是啊，得到了收获啊。所以呢，喜欢老刘啊，敬请继续关注啊，感谢大家。